录音了，所以其实很紧张，大部分的班级都取消了。然后我现在人在贵宾室，看一下今天的餐点是什么呢？有焗烤菠菜，然后猪肉、米粉跟味噌汤。刚刚在外面就有看到中华队一起为中华队加油的看板，然后有很多记者采访，感觉他们也是大概这几天也会陆续的出发。然后这次去巴黎呢，非常期待，因为也要去看奥运，这趟旅程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奥运，很希望一切都顺利。是在巴黎的正式的第一天，因为昨天很晚下飞机。那正式开始今天的巴黎之旅之前，先要把工作完成啊，还有一个会在台湾时间的5点，然后开完这个会之后就可以去旅游啦。外面风景其实很棒，天气很好，然后我住在这个酒店，要出发了，巴黎的第一天，看看今天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明天是开幕的第一天，所以今天应该大家都在 rehearsal， 然后不知道哪一些地方可以去。那我想说我先去领一下我的博物馆通证的票，2天博物馆通证的票，所以祝我好运，拜拜。办奥运100年后，法国再度成为了夏季奥运的主办国。然后我觉得这次很感动的是，环保是他们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然后巴黎有非常强大的企图心，要把设计之都、浪漫之都、环保之都都成为这次奥运的一个代名词。所以他其实这次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大幅的去降低所有在筹备整个奥运赛事会遇到的一些浪费、碳足迹等等的。所以大部分有高达 95% 的比赛场地都是他们原本的老旧建筑去翻新，然后再次使用变成是运动赛事。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巴黎铁塔旁边，它就设立一个临时的建筑，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凡尔赛宫，还有塞纳河的开幕式，就是整个城市都是你的运动场的概念，整个城市都是你的奥运舞台。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巴黎铁塔前面的这个战神广场，它要临时搭建成一个可以容纳12000人的一个室外体育场，它可以举办像是沙滩排球啊、盲人足球的比赛，然后观众呢可以在这个超级美的巴黎铁塔做背景，然后边看比赛，太幸福了吧。可惜我没有买到票，没关系。然后还有包含现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凡尔赛宫，它也会在奥运期间举办各项的马术等等，这个我在下一集去凡尔赛宫的时候也可以带大家看到。来这家餐厅吃饭，点了一个在法国一定要吃的，就是去年来吃的时候，这个蛋菜比较大，今年好像比较小颗，不知道是不是季节的关系。
刚刚店员教了我一个很棒的吃蛋菜的方法，就是拿着一个空的你吃的剩下的壳，然后呢用另外一个有肉的去帮它夹出来，就会变得很方便吃。完食，真的是吃不下，把大部分的都吃完了，耶！然后吃完了，接下来呢，想看一下那个甜点的菜单，看有什么好吃的。May I have a pancake with Nutella and strawberry, please? Strawberry, the first one. Okay,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点了一个甜点，草莓、巧克力、香蕉 ，pancake。虽然说台湾也买得到，但就是在这个上面很好吃。Maybe have extra. What was that? 对，好。And that's good, isn't it? 我是真的很会吃吧。一个女生来说，吃完快吃完蛋菜，又吃一个 pancake， 算多了吧？好，我要给一下这家评分了，因为它的位置呢是很靠近埃菲尔铁塔，所以我在想，很多人来埃菲尔铁塔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附近的餐厅吃，然后这附近有很多家，这是其中一家叫 La Bon。不知道怎么念，应该是在打在那个荧幕上面给大家看。我觉得整体来说呢，蛋菜的大小偏小颗，因为我之前在比利时吃的时候，那个蛋菜是跟台湾的 size 很像，就大概这么大，这边大概一半而已，就比较小，不知道是不是季节的关系。但是调味跟新鲜程度还是一样赞，所以可以给它4.5分。然后 pancake 的话就是中规中矩，因为我就是想吃甜点，然后就是吃一个法国街头氛围的 pancake。所以整体来说就这样啦。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嗨，看看我刚刚在路上都买了什么东西，超级无敌重。好，现在回到酒店。看一下我刚刚买了什么，我住在二楼。一个人旅行最好的地方就是你想去哪就去哪，想停下来买水果逛路边摊就逛，所以刚刚其实就是去逛了路边摊的新鲜水果店。好，刚刚就是买这些东西，我要来拆包裹。葡萄两盒蓝啊，那个这个叫做蔓越莓，小番茄，这些都是为了要搭配我的司拉米生火腿吃。然后原本我想要买那个 cheese， 但是没有看到喜欢的，所以就这样就好了。刚刚开箱完之后，我们来吃。大家可能就想说这个怎么搭配啊？就是我会做一片生牛生火腿，然后搭配一颗葡萄，然后把它这样包起来。好吃，这就是今天第一天就在乱逛乱晃结束了，拜拜。